大概而家咧就係已經係6:30啊，6:30，呢個時間咧就好，今日咧我就開始咧又係要背英文啦，開始背英文啦，嚟睇下呢啲咁嘅英文啊，呢啲咁嘅複雜提綱。嗱呢啲咧就唔係話去呢啲咁嘅，都係考試內容啊，呢啲係英文嚟嘅。如果你呢啲，在考試的過程中你不懂講英文也是不得的，所以過五關斬六將做什麼都是不容易，不過你一定要堅定信心，你一定要有信心你才可以做得這件事情，如果你是沒有信心的，你絕對是沒辦法做事的所以今天我呢就是去那個教練場那裡，咁我咧就徵求，即係我幫埋嗰啲咁啊，同樣學車嗰啲一啲英文都唔識嘅人，我問佢你係點樣背出嚟噶？佢話你交咗錢就識噶啦，唔使多解釋，因為錢係冇得退嘅，所以你只能去學。如果你唔去學嘅話咧，咁你係自己冇得，所以話冇話唔得嘅。咁啊，同佢呢啲咁嘅嚇。嗰啲學車嗰啲咁嘅人嚟嘅咁嘅回答咧，就已經係知道咗嚇，所以冇話唔得嘅，冇話唔得嘅，除非你係傻佬，傻佬即係弱智啊，係嘛？弱智嘅先係會咁嘅啫，所以咧就係、是、啊，所以我亦係知道呢個道理，人生啊知道呢個道理就 OK 啦。咁啊都係應該學習嘅人啊，即係。如果你是經歷了很多事的時候，那你就用這種方法 去挑戰自己，去挑戰一下自己，這樣即人一世物一世，你活著的你就說要很多時候你要去敢於自我去增值，是吧？自我增值啊，人就是这样。其实很多往往呢人呢说是不是不知道的，其实人都是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意义，就是我帮忙小样，是吧？难道他不知道 我的需要吗？是吧？他都很想帮我、啊、生个伴男一男伴女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其实他都很痛苦，其实他都很痛苦、啊、我帮他、啊、都生活了有2年多了，他不知道咩，但冇辦法啦。你生唔到，你冇，你俾唔到，你俾唔到，咁你係咪內心痛苦啊？特別你中意一個人嘅時候，你又俾唔到佢幸福嘅時候，咁你係咪好痛苦啊？所以人係咁樣嘅，人係咁，用把口講冇乜用嘅，用口講冇用，愛最偉大嘅嘢都係冇用。呢啲都係冇用，嗰啲都係咩？所以人係咁樣，即係你有時你要真正愛一個人咧，即係真正愛一個人嚇，你要給予好多好多嘢。但係你要問下你有冇給予別人咧？即係等於問自己，你可以俾人哋幾多嘢，人哋可以俾你幾多嘢嚇？如果自己可以俾唔到人哋對方嘅嘢嘅話咧，咁呢啲都唔算係一種愛情啦嚇。所以愛的東西不是可以說口上可以隨便說一說的，很多東西都是很有現實的，特別到一定的年齡的時候，人是非也是現實的，因為畢竟經歷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東西，幾十年來說都不是說年輕的時候那種思想，很多東西是很實際的，不是真係聽你嗰把口啊，講啲乜嘢嘢就信噶。所以人嚟講啊，係人生係有付出嘅，冇付出就一定係冇回報。你想要得到嘅嘢，你又要付出咯，係嘛？即係等於一樣嘅啫嘛。所以呢個世界上其實亦係算係好公平嘅，即係記住一句話：世界上係好公平。世上冇無緣無故嘅愛，亦無緣無故嘅恨，亦冇永遠嘅朋友，亦冇永遠嘅敵人。人就係咁樣，
一定要記住就係咁樣嚇。所以，就算你把口講到甜言蜜語都好，啊，講到真係啊，世間啊一切啊，講到啊都冇用嘅。人係好現實啊，人係好現實，所以有時。你都要問下自己，即係自己能給人哋乜嘢嘢？啊，你給予到俾人哋乜嘢嘢？所以呢個係好緊要嘅。所以唔係話你就算哪怕一個人兩人相愛都好，你一定係要你可以俾到我幾多嘢？你可唔可以俾到我快樂？我俾到你，你俾唔俾到我？所以人係咁樣。所以是相互的，相互那种关系的，而不是说一厢情愿，一厢情愿不会长久的，不会长久的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一定要在对方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，这样才会有一种长久的那种吸引力的。所以我们有时探讨人生啊，探讨什么的情况下呢，都呢啲嘢都唔係可以迴避嘅事嚟嘅，啊，可以冇得迴避嘅，啊，一啲唔好迴避嘅，呢啲係咁嘅，冇即係，所以而家點解話我哋中美之間嘅嗰啲咁嘅貿易戰咧，係真係講求雙贏嘅，唔係雙輸嘅。咁當然啦，咁啊，而家川普嚟講啦，美國嚟講啊，咁多年嚟講一直都係輸啊，係嘛？因為佢貿易唔平衡啊嘛，啊，中國賺錢啊嘛。美國一直都冇咩，即係喺中美咁多年嚟講嚇，只有中國贏啊，冇美國贏啊嘛。咁而家美國提出要贏嘅，咁樣咁樣俾唔到美國贏嘅嘢啦。咁啊，所以就係咁樣。所以好多嘢，世界國際風雲萬變，同樣其實人係好現實啊。上至國家，下至啊個人啊，都係。人與人之間都是有某種利益方面的那種東西在這裡，你一些沒有利益上的東西呢，是絕對是沒有人願意 去付出的，沒有人願意為你付出的，啊，所以這個世界上都是很現實，很現實的，一切幻想都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这个年头上大家都很明白的，是不是？等于先跟我说那么多东西，即是说到我现在就是即学车啊，即人呢，即你不去付出，你不去努力，你不去记下，你是拿不到这个大卡车牌。你不要想，哦，开这个大货车牌就很辛苦，你辛苦你可以不开的。你可以考慮個證唔開喎，放嘢喺度防身嘅喎，係嘛？啊，咁人哋你知啊，有付出先有收穫啊嘛，咁啊，咁大貨車嚟講係啊，佢係辛苦啊，但係佢收入好高啊，咁你唔付出點有高收入啊？係嘛？所以呢樣嘢咁啊，你舒舒服服就冇錢，好似而家我咁樣喺洛杉磯咁多年嚟講，我係舒舒服服啊，又揾到咩錢咧？所以呢個世界上好公平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咁呢個只係局限於係喺呢個美國，咁啊大陸唔同啊，大陸嚇，大陸唔同，大陸有時係不成正比嘅，啊或者我唔使做我大把，啊中國可以有奇蹟，但喺美國嚟講咧就係冇呢個奇蹟出現，喺美國嚟講你只能夠腳踏實地，啊只能夠腳踏實地去做，啊冇天跌下嚟嘅。唯有一點就係喺大陸，你可以擁有好多嘢。好啦，咁咧又喺度吹下咁多水嚟講咧。啊，哇！我睇住啊，啲後嚟而家咧就已經係6:40噶啦，咁啊大家咧可能應該係好忙碌啊，好食飯噶啦，乜都咩啦嚇。咁啊，我
我會時刻都係喺呢度咧，就幫大家咧就係探討下人生，或者係喺度吹下水啊，係嘛？即係嚇維繫下大家嘅嗰種友誼啦。